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四平大胖。我儿子这马上就开学了，还剩三天。这三天给他放三天假，吃点好吃的，看两场电影，领他溜达三天。哪儿也不去，就在家跟前儿，前后左右溜达溜达。找我整饭去，今天菜老硬了。今天全是大海鲜呐。这儿呢，紫虾一盘，我一个都没吃，多够意思，摆的老漂亮了，摆的。你不是新买的吗？我说摆盘老漂亮了。大螃蟹不动了呢。那我就买多少钱吧？买那个还动呢，整开整。你看这个就这个这不就挺肥的吗？对，蒜蓉酱留点，晚上。还有那个扇贝肉，这几天就来这。哎，这回冻着了啊！人家活的。行，盖上。一个点吗？啥玩意儿一个点啊？15分钟。整点黄瓜拌葱，水的灵的。要不今天这全是海鲜，吃不饱。小黄瓜都有籽儿了，整点手撕。哎呀，这大葱叶是不是撕的有点长？行，这样好吃。来点鸡蛋酱，切放辣椒丝，来勺盐，我当着儿子吃酸的，来点白醋。有的时候比饭店炒的好，真不错。双手呢？双枪。双枪老太婆啊！你掰的是肥的呀？嗯。螃蟹起锅。哎呦我，今儿菜太硬了。大螃蟹，这是东港肥蟹，挑贵的买的。这个醋溜土豆丝儿，紫虾，黄瓜拌葱，手掰哈尔滨红肠，蒜蓉生蚝，今天高低整点儿，开心水儿，醋溜加酸辣合了，来先整一口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就假设咱们现在在那个大连的，或者是在青岛的，或者是在鲅鱼圈的，就假设啊。假设在北戴河呢，就在海边，意思是。吃吧。这菜行不行？海边就这菜。我先尝尝你这。我跟你说，海边就这菜一桌子。那都是六个人的份儿，你知道不？咱们属于三个人吃六个人份儿。哎，正好，你看就这些。吃啊，你就吃吧。我来一口红肠吧，早饭没吃呢。我的妈呀，给我饿完完的了。你俩早起吃啥呀？小油条。终于能放松两天了，下午怼两缸子呗。必须的。我都好长时间没玩了。我让你后减仨。那他也不能玩过你呀。他能蒙啊。哪天开学？明天返校。周一正式上课。今周四。周四、周五、周六、周日。周日又回去了。其实你看，今儿属于周四，也没闲的。下午才有空。周五还返校。
周六其实就属于有一天，嗯，能一天没事的。周日你不就回去收拾收拾，准备上学了吗？对，行，我大官儿挺辛苦，还有两年再坚持坚持，都不到两年了。嗯哎，都不到两年了，要正经算的话，六月七八九就考了。吃海鲜呢？还是不咋算。你妈，这还不会算呢？转。啊，对呀。嗯。忘了。忘了。转。你就假设这是饭店。我尝尝。哎妈，这还不酸，够酸了！哎呦我去，这一点不酸，这跟那个差十倍的有。可以了，够酸，够酸。这给你来，嗯，先吃吧。嗯，我这仨，我跟你说实话都挺沉，真的。那你吃吧，嗯，来来来。哎，这虾这么吃，虾枪拽一下，嗯。咬住就得往下抢，我跟你说，林哥，你慢点儿。人拿好刀，我尝尝。吃吧，吃吧，别犹豫了。头带子，大官儿，吃的头，把这个虾枪这个地方黑的拽下去。其实就先把脑瓜揪下来吧，一咬就完事了。对，把头子吃了。嗯。这玩意儿真不好整。一会儿吃完饭，大伙人睡一觉，睡到点儿人就起来。睡。那你咋不睡呀？不困。你看，俺这回来又不用睡了。你看那天不吃。在这儿不困。啊，在家今天招呼都不起来，你还老困了。老困了。那啥，你一会儿吃完饭先玩就学习啊。嗯。你看我一共花104。嗯。螃蟹88。嗯。那个就26呗。嗯。26买八个。买八个。3.8-3.5一个。嗯。26，嗯，就那买八个。16吗？啊，16，嗯，是啥呀？你这数学，完我还在这附和你。嗯啊，对，88，嗯，加16，嗯，16买八个，嗯，2块钱一个，嗯，而且还肉那么多，嗯，吃吧。2块钱一个。啊，你就吃吧，你想吃哪天妈再给你买一大兜，就专门给你买这就是这个，嗯。先整个，嗯，干杯，朋友们，明天见了。